你好，欢迎来到皮塔哥哥健身教室第一集。那第一集教大家是练胸还有练三头，我们总共有六个不同的动作，前面四个就练胸，后面两个练三头。所以好不好，你想要把 A cup 练到 B cup， 让你手背变粗，你就看下去，我们走走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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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 第一个就是最基本的胸推，我们抓最大的重量做四组。在下面感觉到那边上胸被拉到的时候，这样子起来到这个地方，好。来，大家看到这个机器真的是很酷，这个我在别的地方都没有看过，所以按这个就是加重量，然后按这个就是减重量，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机器。开始了吗？下一个我们也是做三头的运动，所以我们拿杠吧，这样子先做四组，然后后面的四组改成下来的时候滑到肚子，然后推起来，这样子再做四下。那假如说你做完这个四组你觉得还不够累的话，就代表你的重量不够重，所以通常做完这四组的时候你就已经没办法有力气再起来，所以我们改成滑到下面再起来。走。